还是注意胖就睡着了。阿孔，孔，很好。我来做长枪了，长枪好好玩啊、哦！长枪。正常人用不起呢，正常人在玩的呢，真的是哎、欸，麻痹，兵，斗技大会可以多人吗？有啊，我刚刚不是找你们进来玩，最后斗技大会不一样，要看吧，开看看看他的人数吧，因为我想要。关系我对他有一个特殊武器狩猎王硬币，然后他们是说打六星以上的斗技场、嗯、最多两个哎、欸，有人要玩吗？嗯 ，OK 啊，有限定武器哦。是什么？我看看。斗技场大会。哎、欸，所以我不用控制，对不对？他会自己走路。你要一直控制啊。啊，吃高哎、欸。哎、欸，快钱。采集的ほとんどはあいつに任せて、好き勝手やって。快钱加花。これは。あ、哦。とあるモンスターを追っていたな。偶然この先の場所。我现在拿的是矿石。とあるモンスターとは。你现在不是拿风飘龙的吗？我没有看到杰克街的那个，看不到。你要上到上面才有，最上面，然后斗技场的柜台小姐。它跟一般的看板不一样。啊，你说左边的那个是不是？是的。可选择武器。啊，这是比速度的那个啊。炫鸟怕什么？这叫换弩。炫鸟怕雷或冰，换冰刀好。可恶，这边不能换。なんだか体中がざわざわしています。そもそも地脈には膨大なエネルギーが満ちて。这隐约可以接吗？啊，可以啊。那要接吗？哦，限定武器。对啊，是啊。好、哦，就接个喽。嗯，没有超铜棍。吃火油。下位吃火。它是限定什么？这个是不是它有限制你的武器？它直接配好一套给你啊？是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哎、欸。我自己去看看啊。那我去打看看吃货的，就啊，对啊，是配好一套给你的啊。对，那我他是怕你拿太强的武器去揍他，是不是？对啊，我拿太刀好了。啊，可以选同样武器吗？可以吧？他的冲装好奇怪。好慢，他的装备好慢。要吃蜜药。慢哦，我要气死了！这个挥刀怎么可以慢成这样啊？
还有。来到。すごいよな。ここにはさっきの結晶がゴロゴロしてやがるんだ。あんなに大きなものまで、一体どうやって？そいつはわからんが。あれ、被抓到。の影響か。ここは命のエネルギーに満ちている。そのせいで、あらゆるモンスターがやたらと強い。頭套很可爱。大団長、ずっと気になってい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どうした？これ？ゾラマグダラオスはどうして谷で眠らせて回廊に迷い込んだんでしょう？啊，没跳进去，可恶！啊，空灰，最后一个空灰，最重要的一下。哎，一直踢我。回个血。ネルギガンテはいつもマグダラオスと共に現れました。来着。その彼がここに来たのも何か理由があるのかもしれません。可恶，带回去没看到啊！強いモンスターがこの地に集まり、救っていることも確かだ。まずはそいつらの痕跡をたどれ。ここで何が起こっているのかを探り出す。はい。そうと決まれば早速準備だ。準備はいいか。哦，很大，我觉得有看到，我没看到。嗯。我下。そういうことだ。とにかく走って探して彼。差一点，啊，没看到你，我把你叫醒。哎呦！太小只，用太刀反而不好用到招式。嗯，我插烟，我累了。哦妈的，我大回旋。戳不到他，我劈中了。大回旋一直没中，不能用劈。有有，安晚安。哎呀，晚安晚安晚安。
不要了，白断。过刀，被招啊！那是被招到了。从这个角度，岩贼喽，好可爱哟、哦，很可爱，对不对？对啊，蓝蓝的那一只呢？哦、啊，蓝蓝胖胖的，他眼睛超小的，打他、啊，超级高追，可以啊，自由打。有啊，哎、欸，挥空，断他。他这个特殊效果是要用打消果实，是不是？怎么说？翻滚，看什么效果吧。滚、哦、你滚！哦，来了。他掉落物都是水。对啊。欸、可以挖哎、欸。你挖了也是水啊。是的。对，一级要大。所以斗技场也是主要打特殊装吧？打硬币啊。B 级，炫耀硬币，然后跟一个狩猎王。我还有粉尘可以有哎、欸。嗯。看一下有没有斗技场，好的斗技场武器。繁星，你那个任务不用去打他，对我看一看。啊啊啊！刚刚不是说要做打，可以打，可以打，但是可以不打，看一看就好啦。你那个任务主要是四处看一下那一些那边的生物而已。他好可爱啊，打一下。好喜欢他的下巴哦。但超高级。我要火龙跟岩贼龙的硬币。阿古迪，呀，他给的超痛棍我打得好痛苦、啊。很弱吗？还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是习惯拿速度的超痛棍吗？可是他不是、嗯，然后就打得真的超慢。就是你平常的放 0.5 倍速的那种感觉，好慢哦，超恐怖。就是你已经挤满三颗灯了哦，然后还是超慢的这种。这样子打，然后你飞出去的床都超慢。要喝的，听起来很累，很痛苦。在打吃火。对啊，这是打到崩溃。哇，已经触发不可再加入了。嗯。那我打一场啊，打一场、啊。嗯。人，你看要不要找人一起打？这这这打好神奇。别叫。
喝冷。嗯。或者你可以去做酸翼龙的衣服，也就可以不会怕岩浆。喝个药。吃个肉。干，真是的。啊。No。No。哇，它虫飞好慢哦，我懂了。真的，哦，真的是，真的虫飞出去是好。这是什么东西？哦，就是平常的话，你可能觉得啊，我的虫飞出去啊，这很正常啊。它的就是区间车。区间车是区间车，它就是区间车。啊有痛，把它倒出，找三只龙。抽我吗？很难讲哎，就有一只是岩浆那边嘛，啊有一只是他会在那边滚，还有一只我忘记了。雷龙，嗯，他一个在岩浆区域的，下来了，嗯，搞的这位置有点小分，哎，我头还进，吃火球啊，挡火球，对啊，这盾牌超硬的。弄不到，这是超级慢。你不觉得连跳起来你在挥的时候都超慢的？挥起来是还好，但虫真的好慢。我这挥起来也超慢的，真是要发疯。我是觉得要踩个也是要踩很久。嗯。糟了，误撞。哎、欸，他要回来了，别打你了。好巧、哦，我磨刀了。嗯。干什么？干什么？我在磨刀。干什么？戳你一下哦。戳，戳。哎呦，我没挡到。你怎么没撞到我、啊？你撞我就特别准，你还被连击。
死了。炮锤龙装加长枪就是神坦。炮锤龙装哦，看看。好像是加防御的。如果加防御性能的话，那是最好的啊。啊，这四分钟到底怎么打、啊？四分钟。啊，有人要比是不是 ？A 输是不是？来来来，比腕力啊！比下比下。你这个居然打赢外挂的家伙！太扯。被我撂倒了。你输 QQ。爆锤龙。躲杀，对对。可是，假如在斗技场目前没有火龙的话，那火龙一般是怎么拿？我不知道哎、欸，我比较少打斗技场。斗技场的武器好像也不错。雷耐性破坏，哦，防御性能破坏王，防御性能哦，只要用手跟脚就好了。只要装备手跟脚就好啊。什么东西？嗯，爆锤龙的装备。嗯。像是防御性能三。不止呢？不止防御性能吗？在做什么？就继续读线了。他应该在调查东西吧？对啊，他都在探索。刚打完那个什么龙，那很可爱的圆圆那只龙。圆贼龙。圆贼龙。超可爱。超可爱。我现在不知道该往哪走。因为那张地图全部都要探索到，你就可以拿到那个勾勾了。看三只龙，三只哦，嗯，那三只都要打死吗？不用啊，不用啊，不用，就看到他们就可以。好、哦，我已经把岩贼龙打死了，说。你愿意要不要再打一场？等一下，我看个装备，等一下。哦，头盔是在这兒，裤子是什么？裤子是土沙龙。哦。熔岩龙，嗯，就是岩浆版本的鱼龙。岩浆里面游来游去哦，哇，对、啊，岩浆版的。哦，土沙龙再加上。哎、欸，我探完了，哈基跟你讲，但是在右下角，他要在右下角。地表。哦，好。四五哦，可以耶，这套装可以耶。看一下，我要打骨锤龙跟爆锤龙啊。骨锤龙，再看爆锤龙。打起来！你要做哪一套？我要做混搭的，可以把我想要的性能、防御性能给灌饱。哦，真的。其实做起来没有说很好看，就是还要打土沙龙，土沙龙还不是霸凌他？走，我们去霸凌土沙龙。好吧，那你就先撤掉。到茶具要回家吗？哎，那我带爆什么龙？好，请。
而且速度好快哦，灭金龙的足迹都探索完了。谁？你啊？对啊，看完了。好猛啊！好看。你现在在努力抓青蛙吗？抓差不多。因为我这边有两铜两金的。好，接。捕获。OK。十五分钟。哦。不一样，不一样。来来来。屠杀龙。然后那个嫩币要来跟我比腕力。来，换我，换我。腕力怎么比？腕力怎么比？按什么？左按左键。按左键是不是？好，等我，等我，等我。来来来。人家开外挂了，用我开那个按键键也打不赢。他开零点哦，我点点都点不赢了。哎、欸，你看开零点，我没有开。是他自己开零点还输给杰克。看吗？太扯了。不然叫汪汪来。听到你是不是两左手扶着滑鼠，右手这边狂？对啊，没有错啊，来啊。姚一曼来啊！他来、啊。姚一曼对姚一曼吗？没有带姚一曼头啊！我是麒麟，我是麒麟。可恶，居然没有带姚一曼。哎、欸，你们偷跑出来了！你们两个充电头，两个人一起搬啊！哇，两个一起搬帅了吧？一个嫩，哈哈哈！太强了！再次，再次，再次！哇！杰克的自尊心。我来个这个百鬼夜叉，比往你敌人比起来了。就杰克，你玩太久了啦，太酸了，累了。再来一次啊！呀，我刚玩了一下，我手开始麻了，为什么？来，我等一下我再张手，不好吗？杰克，你头发太一样啊，这麒麟头。哦、啊！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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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撂倒了。走吧，走吧。啊、好正。人家来吗？捕获土沙龙。好啊。的接任务啊！阿塞，阿塞，好正哦！魔物最正的哟。集会所的看板娘。嗯。再发出。噔噔！我手速快的难。没有，就是他玩太久了。可能吧，我不知道。哎、欸，我上次听到一个撩妹的，还不错。嗯。说，好，我问杰克，杰克你单身多久？很久了。有啊，要讲出来啊。好，你随便掰个数字嘛。屌丝，好，十二年这样子哦。对不起，让你等这么久。哦。我觉得这一句超撩哎、欸，天哪、啊。可以。可以。如果他说我上个月才分手，再等一下，再等。我还要讲、啊欸，你喜欢喝什么？你喜欢喝什么？哦，我喜欢喝芋泥。哎、欸，对，我会。哎、欸，这个也是我看了很多，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要下次会吐。你要来学土味情话是不是？干话，来听看一下撩妹语录。还有说，可以帮我洗吗？他说什么？帮我。什么？你今天不会累吗？不会啊。怎么你在我的心？你在我心里跑这么久，你都不累吗？对。穿高飞的。哥这种，他说你有打火机吗？
嗯，没有哎、欸。但是那你是怎么样点燃我的心的？你都记下来的好吗？超我觉得小雨超会。是我看很多综艺 哦，就最近很多。你是说边听边剪片还是什么的？对啊，然后剪影片都是一边在看综艺节目。的 WiFi 可能。对啊，这边就只有影院收到我的 WiFi。其他人还没过来吧？我快到，我快到了。上影院。有信号了吗？有信号了吗？有了，有了，有了，有 WiFi 了。找到 WiFi 了吗 ？WiFi 了。哦，又空灰了。香。哦，有了有了，小雨收到 WiFi 了。有有，我来了，我刚刚都在踩骨头。哎，这一路上来的骨头超多的。好多。哎呀，放回来我的，就觉得我的虫虫真的好努力。很勤奋的在飞，嗯，勤奋的虫。哪里有？我说那泥巴可以拿什么流水弹把它打掉？从来没打过。现在又消失了、啊，没差、啊。对啊。没事补货，不要打开靠近啊。哦，好啊。哦，采矿了，那我一定去采矿。小雨，走，我们去采。走走走，哎、欸，我们走下去那个那边很多矿点，走走走走走走走。可以抓了吗？可以走一整圈。还没吧？采矿喽！哎呦，得令！啊，采到泥巴！啊哒！啊哒哒，得令，两颗得令。后面他在跑，然后找你们了，啊、他找我们。哎、欸、嗨嗨嗨，然后嗨，你好，我带去找小雨，我是来采矿的，带去找小雨，他躲在这里，躲在这里。那个哎、欸、黑角吗？这个颜色，黑角是吧？黑角龙，如果这颜色是黑角、啊，哎、欸、嗨。哎、欸，他怎么上来了？他走回去了，找不到朋友。黑角龙，打了。龙二十分钟。哎，有小雨。嗯。他说我吗？没有啊，他没有生气啊。还有啊。哎、欸，怎么换我了？黑角没有生气啊。换我了，换我了，换我了。对啊，好，那等我一下。小心不能猫哦。下去了。我是怕这猫的次数只有一个。你就跑去其他区就好了，不要理他。哎呀！哎哎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要跳，不要跳，快跑！不要！不要快逃啊！还是乖乖去挖我的仙人。到位了。嗯。嗯，他去哪了？还有，又不会破坏。头硬邦邦。我来了，走、哦，我掉了，我挖个尾巴吧。他滚泥巴、啊，哦 ，keep 不住。
哎呀，他说：“你看我这俏皮的尾巴。”不要用尾巴甩我！尾巴在哪里呀、啊？在我们这，我们这。哦。活了吗？活了！哎、欸，你们要来踩尾巴了哦！好，我来了！你刚走过去，哎、欸，王经过了哦，在我这，在我这。对对对，在你脚下。你没有抓？音乐有抓的吗？有。那你抓，我要去。哦，马来喽！我要去。快退小姐。看一下呢。咦，不稳了。下面要不要顺便来看甲虫？看有没有甲虫吗？我在挖矿的位置。你看是哪里可以放陷阱啊？不对，看看现在。有、嗯。是哪里可以放陷阱啊？嗯，那附近都不能放吗？我没有找到可以放的地方、啊。哦。来了。这里吗 ？OK， 这边可以。哇，它是附近全部都是烂泥巴，不能放哎、欸！啊，去呀！原来甩泥巴的功用是这样啊，为了让自己不被抓。对啊，很聪明。好了，中了！我靠！哈哈哈哈哈！突然画面被一个转走。我在挖矿哦，我怕那个黑角龙冲出来哦。吓到！吓、yes. 死哦！有没有觉得很可怕啊？吓死了！你们说不能一猫啊？怎么突然被猫到？哇，荣誉！荣誉，那有一颗。哇，什么美？嗯，很多素材。打进。标本猪，艾米，艾米，嗨，打这两，还好，还是打这两，因为他们刚刚不是去打那个什么阿哥斗技场，对啊，对啊，明灯龙出现了，有人想打明灯吗？所以不是要用装备吗？也是啦，我现在我在用装备，装备弄完有出再说吧。对、啊，看一下哦。还要的话我再看。好啦，让我关台哦。好。哇，分钟，两小时。哦，我是龙三龙出现。嘎嘎。黄金耐心在哪？看。第三页，第两节，哦，第四页在这，冠屠龙的尖壳，好、哦，这个我可以自己。要中弩，白搭，有人在问啊。什么东西？重弩。重弩。现阶段没到重弩。来，按左右，按左右。看一下，得加二，然后加三，加四，加五。嗯、好，现在来打鼓槌龙。鼓槌龙，水屁呀、啊！水屁，水屁，水屁。嗯，
鼓吹龙或爆吹龙都可以。好，这两个都要打。好，走。那我可不可以？我有爆锤15分钟一两集。15分钟吗？可以吧。爆锤吧，可以。可以打看看，应该可以吧。来吧。是捕获吗 ？Sorry。好，那这都可以。不然到最后还是被抓起来。嗯。怕什么？我不知道，看一下。考虑玩别的武器，爹吧。靠他们，靠他们。爆锤怕水，其次怕冰火龙。那就拿龙就好了。被丢包啦！啊，他们被丢包了。来啦！这我不用回去，这种。钓鱼耶！钓鱼喽！有人想钓鱼喽！这有鱼。我钓两条肉。钓完两条肉，我再钓两条好了。不不，我就钓两条。QTE 的尾鱼。哦。欸、白痴哦、喔，看不到饵啦。在我这里，狗过来啊！我拉完这只，我就去了。拉那么久啊？因为它是尾鱼啊，它是要按那个 A D 或者是右键的。Q T E 的，对啊，你看超大只，好不好？贪吃尾，我要跳钓到一只再走。那你可能要很久才能走。慢点啦！金色鱼，暴鳞怎么来了？三只喽！哇，太多太多了！那我带个一抽蛋呢？天哪，这么多只！凸眼睛鱼，哇，嗲掉的那种！太强了！哦，我看到了。鸟啊！掉啊掉啊掉！把他买活着，他们还活着。我掉一下，不会影响到他们吧？哦，是他们哦。对啊，还活着。不是啦，太多了啦。他们好混乱啊！干，我要挂了。杰克快死啦！我帮你撒粉啊！再来一个粉啊！再来一个分啦、啊！对对对，小雨要过去了，小雨要过去了。小雨，我要过去了，我要过去了。地板这边有暴鳞跟苍火的，苍火的掉落啊！我来了，我来了。见了尾鱼出，看到就走了。啊，你就 A D 跟右键，你要注意看。来啦！还有掉感觉吗？呼呼，我钓到了。在哪？走了走了走了，大哥。换场了，换场了。没有，我丢一抽蛋给他了。叫他换场了。对。
对，然后滚滚滚滚滚，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啊，好晃啊！切他尾巴！啊，不要揍我！啊、哦，我要倒了。不要倒了！我没有粉可以救你了。不，我没有带粉。水里一巴掌，哎呦痛！部位破坏。嗯，不知道是哪里。啊！头卡爆炸。刀子一个。哎呦！哇，啊、好晃啊！哎呦，飞出去啦！你知道打他什么他的下巴吗？都要他的素材。把水还我，没得。屁来哟！啊，爆了！不然。晕了。他撞我！哦，还有，没撞到我。啊，没事。时间有点急迫，还有十分钟。啊。等一下，你不要一直滚来滚去啦。啊，跑走了。他去找火王了。嗯，没关系，我带了很多易抽弹。滚！本期有人影吗？有啊，仓库有，仓库有，他那蓝箱子里面有。哦，那我有拿到。OK。白痴，我又不用下去，我喝了你干嘛？对啊，你可以站在上面吼。没事嘛，以防万一嘛。看，等一下，我们走到 WiFi 收不到的地方啊。他的哪里是白的？脚吗？哎、欸，尾巴断了。他尾巴超小一截的。他断的位置很……就断在一个很中间的地方。对啊，应该是断比较细的地方，怎么断这个粗的位置哦？啊，他尾巴也太像那个了吧？章鱼刀还是什么？就是一小块，不知道是什么鬼。哎呦呦，后脚！哇靠！跳起来还没砍下去。我觉得他的下巴最烦。你知道我那时候打他下巴怎么把他爆掉吗？拿两个大爆弹狙，然后直接让他撞爆。直接给他炸。对啊，他就直接自己，他不是敲敲敲吗？我就放在地上，嗯、然后就砰，然后把自己的下巴撞爆，超飞机，好像可以哦。对啊，冲啊！啊，撞出了。他的下巴比较硬，他的下巴超硬的，那就一直砍会弹到。啊，他。又被烟雾吸引过来。晃啊！哎呦！那、啊、下巴真的好硬啊！很硬啊，一直弹。晕了。来放个、欸、过了吗？来下巴，来啊，爆喽！是不是？我是不是说这个很好用？他下巴好像爆了，爆了，放一颗就爆了。对啊，他所谓的音色，
他的效果。现在这把就是，我是在帮他回，拿出去看就知道我放了几手。疯狂的放，哎、欸，回起大师，有人被轮胎碾了啊！不是被轮胎碾到了，暴力暴力，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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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滚滚滚滚滚，大哥，大哥丢了丢了丢了，大哥，大哥。干，这大哥很互动，一错断丢的，啊，丢掉了，丢掉了，他要走了。哎呦，他要走了没？他要走了没啊？他要走了，他要走了，我已经做好一错断了。他走了，他走了。一错断是丢到他，他就走了。就是他，就是对，丢在他身上，然后他就走了。闻到，嗯，好臭哦，那种这么臭，自己好臭哦。臭臭，然后就走了。不能让其他人闻到，羞羞脸，羞羞脸。啊、我刚刚也丢了那个、啊，我刚火龙也丢了两个。是不是啊？觉得闻到奇怪，怎么奇怪的臭味？怎么那么臭臭？然后就走。结果知道自己身上的味道。人家带，他可以带十个，一次可以带十个。那我觉得真的可以常驻带着，就不会怕那种每次来。你又来找我干嘛？我在旁边吹箫而已。跑掉了，跑掉了，跑掉了，剩五分钟。啊！哎、欸，我要播。他是跑，跑走了，跑那边去了。没没没，他还没跑走，他还在。不要走来走去啦！哎呦！喂，大哥，要不要撞我？他撞到我了，我晕了。好晃啊！哦啦啦啦啦啦，被尾巴摔到了。他是要捕获吗？还是干嘛？打狩猎机也可以。哦，我刚刚是不是没挖尾巴？我去挖一下好了。没有吧？挖一下尾巴。是跛脚了。你们就用抓的吧，嗯、时间快到了。我就抓。不知道啊，就是。那就试看看喽。我这里有陷阱。我已经有。哎，不要连续赌这样。来来来，放歌。不行。还不行。好。要睡啦！啊、不对，这是火。我那天一打他，然后我就把他下巴炸爆，然后他就放那个睡觉，超快哦！我根本就还没打底一下，可爱的绝绝头，对啊，舍不得换。可爱耶！等回不回来要注意哦。没关系，可以打他尾巴回去。哦，活了活了活了，活了！赶快抓，赶快抓，快没时间了，没有陷阱了。滚走了！又跑又跑又跑！啊，没 WiFi 了，哦，没关系没关系，剩抓起来的动作而已，好，可以可以。那我去挖骨头。这边有矿，这边有矿也可以挖。挖骨头。没先挖吗？先抓吧，发明时间了。抓了抓了抓了，不用理了，不用。哎，我保守估计，我有吹150次，超多，大吹一波。干别了，
光芒，他自己怎么了？会装盲欸。三只龙在一起啦，又来了，烦死了。你可以考虑带个易抽单。你把我们吹。可是你要打好，没打好打到你要打的那只还会跑走。来看几次几次。定。哇。怎么那风？哇，暴锤龙的荣誉啊！哦。啊。为什么没有我？啊！我趁东西。你是生物管理员。啊！我没有抓东西耶。我发现你说你是生物管理员，结果结算没有算你那个使用值。没有。我好难过。你们两个打，你们两个打，我捡碎片，我捡碎片。哇！掉好多东西哦，好爽哦。明灯出了。一次捡三种东西掉落物，好爽！探险回来，来看看，增强装备防御。好啦，我先关台啦，感谢大家啦，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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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旅团的衣服啊，你说小猪吗？不是不是不是，这套还蛮漂亮的，我贴今天。晚安晚安，我抱上去就关台喽。有看到吗？等一下哦。旅团战，哎呦！龙岩快差一个，还要打一只暴炎龙。啊，还暴炎龙。神奇。它什么？这是外观吗？还是？衣服装备。是什么的？用那个斗技场的。哦，斗技场。斗技场硬币做的。我很漂亮哎、欸。好了，好啦，来啦，拜。拜拜。